事情来讲，不懂得言语的分寸的，自己造福造祸都很难避免。对家庭没有言语的分寸，可能呢就会失和，会冲突，是非。
Thank you.
Thank you.
真的从亲身经历眼看，你就不会在旁边批评了。世界就是帮助人的，你还讲那么多批评？再来，都把事情讲的那么简单，根本就没有设身处地事情的难处。是不是？我只是想说这些事。
Thank you.
对方想必就是自己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知识，我们
是不会对方的，就是自私自利。所以这个方法，提醒别人自我的生活，来的爱心，来的大爱心，我一下子把它说了。
Thank you.
就是反正也是这个后代没有一个不知道先天下的自由没有后天下的自由这样的父母长辈就对不起自己没有爱的做他们的长辈父母我现在没有这么强大我是长辈父子的后代想法
Thank you.